过嚟坐低啦。阿 Kia， 我啱啱见到咧，而家网上面咧好兴玩呢一个 iPhone 打针喎，你有冇听过？冇听过喎，咩嚟噶？佢咧原来咧系用 iPhone 嘅闪光灯啦，加埋一啲可能黑色嘅嘢咁样啦，之后喺只手嗰度就会 feel 到有打针咁嘅 feel 喎。得意啊！我哋今日咧玩咗物语，一间翻公司同啲同事玩下咯。哇！你有事啊？真的有少少未，对我来说不未知好痛。我可不可以捱不了？不好啊！哎呀！是不是因为脂肪比例？是咯，我觉得即刻找我同事。觉得点啊，同事？哎呀！啲蓝色热啲喎，蓝色热啲。哦我估我条毛烧着咗，有喎、啊，真系有，有 feel 咧，有喎、啊，我估我条毛窿咗咯。有 feel 啊咧，呢位同事肯定好想知道背后嘅原理啊。嗱，中意学是学非嘅汤小星博士接受我哋医生 HK 访问时候就话，黑色表面可以吸收可见光，所以手机个闪光灯对住油黑咗嘅皮肤，嚓一闪就会有少少刺痛嘅感觉啊。喂，唔好睇小呢个手机闪灯啊！由于光能喺极短时间射去细小嘅皮肤表面，都足以造成加热效果，所以话玩还玩，小朋友咪乱咁试啊！吓，玩咩啊？